主料凉粉卷500克，辅料姜2片，红辣椒1个，葱蒜3粒，白醋3大勺，香油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凉粉、葱姜蒜红椒，凉粉用凉开水冲一下，切成丝状，葱姜蒜红椒分别洗净切细粒，切好的姜蒜放入碗中，加入盐白醋调成味汁备用，凉粉放入盘中，倒上调味汁，撒上红椒葱粒，淋上香油，吃时拌匀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凉粉拌之前用凉开水冲一下，或者开水烫一会都行。二、喜欢甜味的再为这里稍稍加点糖，味道也不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